北宋元丰五年，长江岸边的湖北黄州赤壁，一位流放至此的官员面对滔滔江水，怀古伤今，感慨万千。他颔首称颂，念出了那千古绝唱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故垒西边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苏轼所在的赤壁其实并不是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。很多人也不知道，千古名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正是写于苏轼仕途最为失意的时期。人生总是不可以预料。三年前曾经享誉文坛、名震汴京的苏轼，在湖州知州任上曾向皇帝作表谢恩，但他的文字却被王安石手下的改革派拿来断章取义，污蔑为讽刺新政。因此苏轼被遣回京，关押在御史台等候调查处置。落满乌鸦的御史台又称为乌台，乌台诗案由此得名。在被羁押了103天之后，苏轼因为大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保住了脑袋，被贬到湖北黄州担任毫无实权的团练副使。虽然胸中的苦闷和不甘日日夜夜席卷而来，但苏轼却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。他游历赤壁，作一词两赋，引来了无数点赞、收藏、投币。肯城东一坡，觉得还是种田适合自己。自此，东坡居士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大 IP。 更重要的是，除了创作和当官之外，苏东坡还解锁了他的新天赋，那便是吃。在黄州，吃货东坡便进入了自笑平生胃口忙的状态。他在长江里摸鱼，到西山中做饼，城郊的野菜、市场上的猪肉，他一个也不放过，甚至写进了诗文，留下了菜谱。从料理江鲜的煮鱼法，到调制菜羹的东坡羹颂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记载了东坡肉做法的猪肉颂。在宋代，从宫廷到民间，羊肉才是最主要的肉食，猪肉不受人待见。用苏东坡的话来说，就是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但在苏轼的推动下，猪肉开始登上大雅之堂。到了明代，东坡钟爱的猪肉终于成为了中国最为泛用的肉食。直到今日，东坡肉这道名菜还在整个东亚世界享有盛名，只不过在料理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。此生漂泊何时歇呀？对于一个老饕而言，被赋予了这种能力还真是方便。遗憾的是，
每次只能有半个时辰的时间。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幸福地填饱肚子，在那短暂时间内，他是随心而自由的，不受任何人打扰，毫无顾忌的大快朵颐是一种孤高的行为，这正是某个北宋文豪被根源赋予的最佳之一。经过了花开的陌上，走过了寻常的街市，溜达了这么久，我不再想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只是觉得饥肠辘辘，该进食。哦，难道说我的厨艺一直流传到了这个时候？我必须进去尝一尝。你好，给我来一份东坡肉。就点这一个呀，还点别的吗？尝尝东坡肉就好了。行。哎，这位大叔，我看你不小不小了，也不服老啊，你这还关注汉服啊？汉服？哦，我转移之前忘了换上这个时代的衣服了。啊，没错，大宋款式很少见吧？哎呀呀，这好像不是我的做法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好，能麻烦您把掌勺的请过来一下好不好？掌勺的就是我们老板，你有事儿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跟做这道菜的人聊一聊。行，等着吧。扫地你好啊。你好你好你好。贵店的这道东坡肉的做法呢，好像和在下的不太一样啊。啊，说啊。你啥意思？你意思你就苏东坡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还得给你打钱？哎呀，非也非也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吃货。这样吧，咱们去后厨，我来告诉你们从前的东坡肉应该怎么做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切磋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净洗称少浊水，柴头掩烟咽不起。哎，这玩意儿叫煤气灶，我知道，但是怎么打开啊？来，待它自熟莫催它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粪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这样，我先尝一尝你们做的东坡肉吧。啊，好呀好呀好呀。
不得不说，虽然跟我那时候的风格不一样，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呀。加入料酒和酱油，真是神来之笔。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很不错，我认可了。完了，这不就是清水炖肉吗？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苏轼的一生几经大起大落，刚刚从黄州被赦免回京，他又得罪了司马光的保守派，被流放到了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之外的广东惠州。天气炎炎，阴雨连连，在广东罗浮山下的庭院中，素喜甜食的苏轼麻利地扒开荔枝的红衣，他一颗接着一颗，就算此时的他犯了痔疮，也是面不惧色。然而一骑红尘之后，妃子不一定会笑，能大啖荔枝也不代表幸福指数高。当时的惠州瘴气弥漫，疾病多发，身为谪官的苏轼薪俸微薄，因为不服水土，缺医少药，多年患难与共，我依留在他身边的爱妾朝云香消玉殒。苦闷是苏轼这一时期的主题，穷、病、惧三座大山几乎压垮了这个还没来得及油腻的中年人。但即便在这人生的最低谷，他在某个方面的兴趣依然支撑着自己坚强地活下去，那便是吃。在惠州，除了荔枝之外，至今流传着苏东坡自创羊蝎子的故事。当我们在羊蝎子馆大快朵颐时，也许很难体会苏轼在近1000年前拖着病躯默默啃食羊脊骨一整天的心情。等到这一切风轻云淡后，就只剩下他笔下那句：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而已。
略加调味，等到骨肉表面微焦，便大功告成。酥脆的羊肉和浓郁的脊髓混合在一起，有一种类似虾蟹的香气。这道美味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就是我吃完以后，整条街上的狗都会很不开心，真是罪过呀。对了，因为我出身蜀中，爱好甜口，所以蘸取一些白糖在入口，更是妙不可言。这就是东坡家今天的饭，虽然现在这个家里的人只有我一个。北宋建中靖国元年，苏轼已经66岁高龄，这一年他终于得到赦免，得以返回京师。在北归路上，有画师为他做了一幅画像，这时的他抚今追昔，已觉宠辱不惊，无怨无悔。他为此画像题写了诗句，其中就有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”。当初来到惠州3年后，一纸诏书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荒远的海南儋州。在当时，流放海南是仅次于处死的极刑。刚来到海南岛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，没有肉吃。震惊，因为太过饥渴，大文豪苏东坡竟然做出了这种事。他将黑手伸向了岛上的野生动物。好在他的野味探索没有白费，很快便发现并迷上了海南真正的美食生蚝。他惊叹食之甚美，味始有也，并一本正经地修书给儿子，让他千万不要公开海南生蚝的秘密，因为他担心朝中士大夫知道了会跑来海南跟他抢。谪居海南3年，苏轼才得以归还。在为自画像题诗之后，他在常州一病不起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成了他的词世之郡。在生命的弥留之际，他平静地对三个儿子说：“无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”他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，黑夜从天而降，他看到了赤壁的怒涛，岭南的荔枝林，还有海南的苍凉落日。苏轼是词人，是政治家，是书法家，但要用他自己的说法，先生一笑而起，渺海阔而天高，一个老饕足以概括自己的一生。他屡遭贬谪的一生是悲苦的，但他却在所到之处用当地的美食装点了人生，用能够企及的食材温暖了生命中的苦难。他在悲剧的人生旅途上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。以为今天中国人的餐桌
增添了几道不寻常的美味。来的一号吃货，文字有名，今天并不很想说。大宋国民美食家，是我是我就是我，我真的不懂当一个老饕能有什么错。年少成名，名动汴京，进入士族，遭到排挤难上手。啊，贪着五彩吃安差的断送小明所有，从此遭受贬谪，一路向着南方走。被赶出朝堂，我就去厨房。每个人都一样，平生只为口忙。走到远方，那又怎样？黄州自古来就是一个鱼米之乡。这里鱼在长江。山有水乡，猪肉物美价廉，跟泥土没什么两样。真是荒唐，有人嫌功夫不如做个自在员外郎。东坡鱼，东坡豆腐，东坡肉，我全部很拿手。大的东西风流人物有太多，吃货只有我的一个一足够。东坡酥，东坡肘子，东坡粥，专利都是我有。一壶相思间的离愁出江流，天涯流落匆匆，相逢一白首。来来来，各位，尝尝我东坡的手艺怎么样？你以为黄州团练副使已经到头，没想到又被调去岭南出使惠州。年仅六旬，千里迢迢没有掉头，只因在岭南但荔枝三百颗不够。四处地处南墙，流动不畅，买回来鸡骨做羊蝎子是我原创。空气沿海清凉，一碗羹汤，别问好不好，自信安处是无香。东坡鱼，东坡豆腐，东坡肉，我全部很拿手。大的东西风流人物有太多，吃货只有我的一个一足够。东坡酥，东坡肘子，东坡粥，专利都是我有。一壶相思间的离愁出江流，天涯流落匆匆，相逢一白首。岁月又怎样，我能吃遍四方。血沫浮斩好损是春盘，人间如有至味正是清欢。被赶出朝堂，我就去厨房。每个人都一样，平生只为口忙。在流落远方，那又怎样？海南有生蚝，吃我压根就不会悲伤。东坡鱼，东坡豆腐，东坡肉，我全部很拿手。大的东西风流人物有太多，吃货只有我的一个一足够。东坡酥，东坡肘子，东坡粥，专利都是我有。相思间的离愁出江流，天涯流落匆匆，相逢一白首。东坡鱼，东坡豆腐，东坡肉，我全部很拿手。你问我们平时共饮有几何？黄州、惠州还有儋州。东坡酥，东坡肘子，东坡粥，专利都是我有。一壶相思间的离愁出江流，天涯流落匆匆，相逢一白首。不得不说，按照二十一世纪的方法做的东坡肉，虽然跟我本来的方法不一样，但味道还真是很不错的。加入料酒和糖，真是神来之笔，甜而不腻，香软丝滑，真是享受啊！记下来，记下来。来者何人？见过老先生，晚辈顾西昭，今与义妹来此，向老先生求得武功秘籍，还望先生不吝相授。世事无常，就算修得绝世武功又能如何？男儿须斩凌云志，免教光阴赴此身。名利只是昙花现，不随风雨也随波，何必执着？行走江湖，需一技傍身。今日你我得见，即是有缘，
这本刚出炉的秘籍便赠予你们吧。雨夜无情。